因为我是跨性别女生嘛，然后平时会服用激素，对植发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奥斯曼，我要去植发了，因为困扰很久了。一个是帽耳朵很秃，一张马尾就会出现很明显的 M 型，还有就是整容导致的，头发里面呢有一条很细长的一条疤痕。这个疤痕啊，是因为我是跨性别女性，眉骨比较高，我做了眉骨磨平手术所导致的。但是这个疤痕啊，每次被问到都很自卑，所以终于决定去植发了，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出发去植发了，因为我主要是希望能够在疤痕上植发，不确定能不能植上，所以还是需要找一家靠谱的机构，以免对我的疤痕造成二次伤害。问了身边一些跨性别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在雍和做的发际线，都很成功。我还了解到他们家是上市的连锁机构，医生专业度都很高。以我的经验，无论做什么项目，一定要选大机构，一是有保障，二是他们积累的案例多，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需求都能满足。到雍和了，因为需要手术，我说明了我的 trans 身份，还被前台认出来说看过我的视频。你有看过我视频吗？看过，还关注你呢，就是有说分手，对。很新的，那你要不要给我手术顺利？当然，谢谢。他们的服务水平真的很高，接待的医护人员都非常的 nice， 非常热情的把我带到他们旗下，跟针对女性美学、毛发诊疗的植发品牌发之初。我们这边有很多做疤痕的，头上有疤吗？对，烧伤、烫伤的非常多，像小的时候可能有点不注意之类的。因为我本身发际线问题并不严重，这次只是想改善猫耳朵的位置，但是也害怕不自然。雍和的设计师团队是由明星造型师马瑞带领的，美商非常在线，会根据你的三庭五眼的面部特点来设计。您中庭和下庭的一个比例还是比较完美的，基本完美哦。因为我们不是要三庭五眼达到一致吗？那其实您的上庭、中庭、下庭的比例，我们最好的一个视觉观感是1:1:1，我们根据您的一个面部的轮廓和您的额头的形状，您可以就是把额角调整一点，其他的地方我觉得目前是不需要做的。因为我是那个跨性别女生嘛，然后平时会服用激素，然后对植发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跨性别女生，我理解的是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就我好震惊，你平时会服用激素是吗？对，那手术会这个不会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。就是您这个，您不说，我完全就是以为您就是一个从出生到现在就是一个。好的，我那个疤痕的地方可以植发吗？然后植发效果怎么样？疤痕的地方，这个要让医生一会儿植发医生再给您看一下。你是说那个疤痕的地方存活率是多少？对，80%。这疤痕本身血运的话，跟正常皮肤的话是有差距的。它有疤那地方血管的话就是比较少，血管少的话就供应那个营养的能力就弱一点，所以呢，它存活率就会比正常的皮肤要低一点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就如果是女生变男生，他可能想要植那个胡子或者眉毛，可以植吗？然后效果怎么样？女生变男生的话，首先他得，想知道。哎呦，我给你整不会了。这个是可以植的，但是我们也都是从后枕部的头发去取。啊，那眉毛长长。对啊，那眉毛不会变很长。会，但是修剪它会变得很长。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也来植眉毛，因为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形状去修剪，那后续你不说，别人也不知道的。我对这次设计的发际线还是很满意的，因为我选择的是不剃发植发，又是在疤痕的地方植发，所以对医生的要求很高。好在是大机构，雍和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，价格没有猫腻，一口价也省去了我比价议价的时间，算下来完全在我的预期之内。打个尿尿，我刚出，咋着？你那个准备手术上班的时候再做也可以。午餐时间，听说等下植发要很久，还是得吃点补充体力。我要准备手术了，加油。2 hours later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取下来的头发，取了1500个单位。6 hours later， 真的，我终于做完手术了。我大概2点钟开始做手术，然后现在已经8点，快9点了。我还以为现在才5-6点。我的妈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我打麻药真的好痛，但是是可以忍的那种痛。现在因为我是疤痕处植发，第7天才能去洗头，第9天来清血浆。终于可以洗头了，我的妈呀！洗完会舒服很多，快痒死我！洗完头发来照个灯，怎么办？但它有那种轻轻的痛感，像是你那边打了一拳，然后已经好了几天了。
给大家看下第九天植丸的效果，希望我的头发可以茁壮成长，后续还会分享手术效果，感兴趣的宝子们记得关注点赞和转发哦。